正厉害的高手都懂得避免自我磨损。之前看到 ChatGPT 创始人的一段采访，他呢说，其实我也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动力，这也挺正常的。而且呢，后来我发现，导致我没有动力的原因，恰恰是因为我所坚持的事儿本身就是错误的。我们一旦有一件事没做好，就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、不够自律、没有管理好自己，但是从未怀疑过这件事本身。当你想用"我不够努力"这件事儿来解释没有完成的原因，就会陷入到一个更深的自我磨损当中。相信大家都读过庄子的庖丁解牛，一般人读完之后感觉就是，只要你可以长期训练一种技能，就可以熟能生巧，就像是宰牛这件事儿一样。但是如果只读到了这一层，你一定会错过庄子真正想传授给我们的人生智慧。在故事当中，庖丁也解释了为什么其他师傅不如他，因为其他一般的厨师会选择用蛮力砍断骨头，于是呢，这个刀很快就崩坏了，这也导致他们一个月会换一把新刀，而老师傅们需要一年换一把刀，因为他们已经有经验了，学会了保养自己的刀，不会那么横冲直撞的去砍骨头。但是因为长期切筋割肉，也难免会导致刀刃打卷。但是庖丁自己用的刀是19年依然锋利如新，因为他每次都精准找到了牛的筋骨节之间的一个间隙，而且呢，在间隙对于刀刃的宽度来说是绰绰有余的，所以他只需要每次把刀放到间隙里就可以了。讲到这儿，大家应该都懂了，其实故事里没有牛，也没有刀，庄子用牛来指整个外部的世界，刀指的就是自我。横冲直撞的新手可以宰牛切肉，但是他们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，而且会加快个人的损耗，一旦力气用完了，这条道就走到了尽头。所以呢，这个故事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啊，要找到那个对自己损耗最小的、做起来最舒服、最容易获得成功的事儿。就像是这个世上所有的河流都是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去流淌的，它之所以会生生不息、滔滔不绝，不是因为有多么深厚的储备，而是绕过了高山，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路。勉力坚持不如及时止损，因为你所有觉得做起来什么不舒服、不顺利，甚至很艰难的事儿，其实对自己正是一种磨损，而长期的磨损注定会导致自己无法坚持。最后，希望大家在任何时候啊，都要尊重并发掘一切事物本身发展和运行规律，把自我嵌入到规律当中，避免磨损。这样做起来事儿啊，就会更加的游刃有余。